to oneself.好，那就是那个，就是我们那天讨论的那个，我们三月的大陆营的那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有了灾民证，就是灾民证的话，我们想说就是目前先规划做灾民登录系统，然后再又会用就很简单的那个 Google 直接去，然后可是就考虑到大规模灾害很有可能会完全断网，往后的系统发展可以考虑往就是它是在内网都可以使用的，或者是那个 Mesh Network 就可以使用。那辨识的方法我们是想说就是用身份证上面其实大家就有条码或者是 IF 的 ID 的贴纸。那志工的部分呢、啊、就是微服务其实它有做一个志工招呼系统，可是很可怕它只能用 ID， 然后而且它要就是你想要当志工，你一定要先申请账号，所以你要就是而且你还只能用 IE 申请账号。对，那就是真的很可，就是你想要当志工，要经过重重的考验，所以我们决定要用 Google， 就直接设计 Google 表单，然后如果有意愿成为志工的人，就填写表单，然后我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是可以用市府现在已经有的那个简讯系统啊，大量发送简讯来招募志工，就告诉他说，如果你现在想要当我们的志工，他要怎么跟我们说？那物资管理的系统呢，就是我们物资其实本来平常就有带库存，那我们也有预约发包跟那个物资调度的机制，可是就是在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是民众捐献物资会就是疯狂的涌入，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就是会在做那个物资的那个捐献系统，只是在演习当天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演这个部分的，那我们会先把系统做起来，可是我们会先演那个我们现有的库存的物资的部分，那就是还有就是物资调度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的防灾，就是在的收容避难，做避难收容的处所的指示标示啊，所以这指示标示可能就是要多宣传啊。可是这个还是现在没有目前的开始的状态，就是你有可能看到这个指示标示，你就很开心跑过去，可是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开设。对，所以我们可能要就是除了宣传，就是其实我们这种标示这个收容避难处所之外，就是要让民众可以才查到我们现在开设的状态。那我们演习当天的那个食物啊，就是有一餐会从我们现在目前库存的物资，就是一件可怕的口粮啊，很难吃的东西，对，就是保存期限很长，就是不好吃的东西。就然后另外一餐会请吃自己提供三级饭，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体验客难生活的话，就是请留意我们相关学习。那充电的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就是可能现场会有很大量的那个充电的需求，就是可以考虑用行动充电车。这东西是什么呢？我给你看看一下。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可能一次可以充很多。那据说这东西其实学校都有，就可以跟附近的学校征用。那充电的时候考量优先性，就给公，就是先让公的先用，就比较只是如果说有多余的，再给一般的暂时的。那演习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说，就是实际发生的状况。实际如果说，如果我们有需要400人，然后如果我们只有40000人的话，就是大家很可能就会在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就忽然消失，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分组，就让大家就是有群组的联络人，就是可能可以用时对单位，然后他们如果要离开一个避难所处所，例如去隔壁的 seven 之类的需要报备，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测试，然后就是让他们就是习惯说。是，他不可以随意离开那个场所，要跟附近的人报备。然后这样子的关，就是这400人就会成为我们的灾害的一个种子。就他之后，你可以告诉大家说，就是他的亲朋好友，他做过这样的体验，然后
有些教育的功能。然后研习当天的，就是参与的带领跟志工们都会发放问卷，那就是在要送大走的时候，吃早餐的时候，请大家扫 QR code， 然后填一下问卷，那也会准备提供资源。那灾民证的部分，就最后讨论说，就是灾民的识别到底应该有照片呢？那我们后来想一下，就是不需要附照片，因为考虑实际生活中可能会有死亡的人，制作有照片的灾民证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所以就用直接用身份证代替，那没有身份证才用灾民证。好，没有，欢迎大家参加录影。对，是欢迎大家参加录影。好，如果